无论你身在何处，一瓶李锦记蚝油就能让你品尝到最豪华的滋味。李锦记一直坚持品质至上，我们会在室内控制蚝的受精环境，自家管理蚝苗的培养和复苗过程，然后就会把蚝苗放到海中继续成长。我们还会根据蚝苗的年龄细心挑选最适合的海藻给它们吃。另外，我们会每天监测海水的含氧量、盐度、温度、酸碱值、海藻浓度，还会定期将海水样本送到专业检测机构，检测海水水质和重金属含量，保证每一只蚝都在安全卫生的环境成长。而且只有最上乘的鲜蚝才会获选用，当天采收，当天开壳和煮成蚝汁，把蚝的精华凝聚于蚝汁当中，再以百年工艺把蚝汁熬煮成蚝油，每一滴李锦记蚝油都细滑醇厚，浓郁鲜香，难怪一个多世纪以来都深受欢迎。